是我家的农场啊，哦，也是我们家的高兴农场。那因为我每天早上哦，都会在这边工作啊，哦，天亮的时候我就来了，然后太阳一出来我就走了。哦，这是我们家的柚子园。感谢甄总详细的介绍，欢迎有空的朋友可以过来参观跟玩。家乡民族